最近十几年来，台湾佛教界的触角呢，逐渐伸向了世界各地。除了到国外参访弘法之外呢，也经常举办各项国际学术会议，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共聚一堂。法鼓山呢，也举办了好几届的大型佛教国际学术会议。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，是什么样的因缘来举办这样的活动？而这些活动对佛教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们应该把心胸啊能够敞开，把眼光啊放远了，放大了。宗教是没有国界的，特别是像佛教啊这样子的古老的而普遍正统的佛教，它本来啊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。在释迦牟尼佛时候的印度，它的国家有很多，一共有16个大国家。释迦牟尼佛就是从这个国家到那一个国家，经常啊周游列国。那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用的语言也不一定相同的，他们民族啊也不一定完全是啊相同的。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，他不是啊给某一个这个阶级，或者是某一个族，或者是某一个地区，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民说的，而是给全世界的人，所有的众生说的。因此佛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国际性的宗教。那是佛教是佛教在释迦牟尼佛涅槃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肉身死亡之后啊，在100多年的时间，有一位印度的国王叫做阿育王，他就是把印度的佛教啊传播到全世界去。那在中国呢，也在那个时候啊也传到了在我们的中国的西域，那么到了欧洲，甚至于这个欧洲有好多国家呢，因此也接触到了印度的佛教，也变成国际化。那我们现在来讲啊，佛教本来就是国际的，在亚洲啊所有的国家应该都是啊佛教所流行的区域，有的地方啊是全民都是佛教徒，有的地方呢是一部分是佛教徒。那我们一直到了20世纪的下半，这个下一半后半期，也就是啊20世纪的50年代之后呢，这个世界呢渐渐形成了一个叫做地球村的一个观念出现。所谓地球村，凡是地球上的人，不管是什么民族、什么国家、什么文化、什么宗教，它已经是变成一个村庄里的邻居。虽然是一个东半球、一个西半球、一个南半球、一个北半球，没有关系，大家的互相的互通的这种啊讯息啊已经非常的发达。像我们现在拿起电话筒来，可以直接打电话打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通到，除非那个地方还没接通电话，否则的话都能够接通电话。甚至于通过人造卫星呢，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景象的这个电视的传播，这已经是老早是国际化的。所以我们在国内呢，在台湾呢，这20-30年来渐渐的呀也变成了国际的中心点之一。我们最初把国外的人请到我们台湾来看看台湾，在我们台湾举行国际会议，然后呢我们台湾的人也到国际上去，到各地参与啊各式各样的呀国际会议。那我们佛教界啊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啊
一项而已，并不是一个是特殊的、特殊的啊一个例子。那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，也就是法鼓山系统的佛学研究所呢，我们法鼓山系统的佛学研究所，我们到今年，也就是啊，民国86年为止，我们主办的有3届国际会议，而承办了1届国际会议，那都是讨论呢佛教的学说的问题。那国际会议的人从哪里来？我们是邀请呢世界各国研究佛学非常有成就的、有很高这个成果的一些学者们呢，来到台湾呢，了解我们台湾在做什么，也让我们台湾的学者或者年轻的人，或者是文化界、学术界，知道全世界有哪一些国家，他们正在研究佛学。我们台湾呢，一向啊蛮闭锁的，对佛教呢有偏见的，但是不晓得真正的佛教呢，是啊有很高的学术文化的，有它的学术的这个基础的，有它的从这个哲学上面、艺术上面、文学上面，从宗教上面、从社会方面，各方面呢都有丰富的这个文化遗产，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或研究探索的。但是我们国内呢，始终把佛教当成了一种民间的一种信仰，因此我们就要请到国际上的这个顶尖的学者们呢，来告诉我们这些讯息。佛教实在是太好了，佛教很有用，而且许多先进国家，像日本、像欧美，各地的，不仅仅是亚洲，这是欧洲的，乃至于啊非洲都有人在研究，佛学，所以是呢，我们要办这样的国际会议，这个是为了沟通啊，这个学术的交流，还有呢，让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的心胸能开大，开阔，提高我们呢台湾呢文化的素质、修养和品质。阿弥陀佛。